YULONG 生物质颗粒机质量好，厂家直销。下面跟随YULONG技术员的镜头，一起看一下最真实的客户现场生产视频。大家好，我是YULONG公司售后技术员丁帅，我现在位于浙江省的客户现场。该客户订购了我们公司生产1.5吨的颗粒机，今天给大家讲解一下这套设备的安装及使用情况。这是一个原材料的堆放区，该客的客户的原料呢是一个杂木啊，杂木的木屑。那么这个面积大概是在2000平方左右，因为太大还是和快速的合转。是玻璃的一个新材车间。每台颗粒机的产量是1.5吨以上。首先看一下设备的外观，这是设备的一个定料口，这是设备的一个出料口，这是设备一个运行电压与运行电流。这是颗粒的一个出料情况。回收率还不错，今天的客户新闻解说到这里，欢迎大家成为女生，好吧，多生之力。